马国贤不听姐姐的妈妈冲着锅子来，只管做菜却不让孩子互动。八分钟要做的两道菜是炒菠菜跟干虾，要不要做？今天就是看妈妈们怎么示范，然后子女怎么乱就对了。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其实应该严格讲是看妈妈能够忍耐孩子到底什么时候。这应该是我的子女他受教单元。你们正式交往才一个月就结婚了？对啊，真的很突然呢。是认识他差不多有四五个月，真的交往是只有一个月。所以你们在澳洲就认识？哦，对，好对呀，八分钟煮不出来了。老婆婆还有样子。我也觉得你越切越好。你是想要为了以后比较好追女生吗？对，也是啦，对啊，因为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，必须先抓住她的胃。你今天要不要锅子？我要不锅子，哎，我难道我用手炒？要的话，你就不要一直讲，一直讲那么多。一号选到的是，拜托。哇！是不是还少了什么呢？是不是还少了什么？少了什么？没有东西要放了。对，香油需要吗？然后嘞，开始炸排骨了啦！哎，不是你要炸，炸啊！我会做的，做完了。我在用炸，这样手比较快，颜色比较好看。这样不仅可以杀青，同时它的颜色经过油的接触之后，颜色会变得特别漂亮。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大明星来下厨。晚安，你好。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，在每天晚上七点钟以及其他的重播时段准时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是的，大明星来下厨今天是一个亲子档组合啊，而且有许多艺人来，有时候会有包袱的问题，然后就是你知道表现得很和善，但是通常跟家人一来，哦，真面目都会出现，就吵架什么的。我们这个磁场也蛮好的，是不是？啊。很容易造成家庭失和。好，来马上欢迎马国贤和布丁姐姐带着他们的妈妈来啦。欢迎稀客稀客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妈来把画面占了一大半。妈妈超可爱的。你们家的营养都被妈妈吃去了。我想你爸爸，你看看我的妈呀，我爸瘦骨如柴。对，我爸瘦到像我妈，你看是不是？养分体态丰腴啊，超足的啊，而且颜色 colorful 好亮，难怪有个马国贤这么时髦的儿子，对不对？谢谢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刚化妆的时候，我的确被我妈吓了一跳。哦，因为我妈妈先到，她坐在那边化妆，那我走进化妆室，我妈她是整个呈现一个这样子的化妆。我差点一进去，我想跪拜了。你有个弥勒佛坐在那画，青海无上仙，对，吓了我一跳，蛮厉害的。我们的妈妈是第一次见的哦，妈妈想扁他吗？见。哎喂，口水。谢谢。布丁姐姐的妈妈是第一次来，对，妈妈第一次来，第一次，上次是带婆婆来，对，所以妈妈第一次来。可是我记得上次带婆婆来的时候，是因为说妈妈太害羞不敢来啊。对啊，那为什么这次就拜托妈妈硬来啊？你没有发现吗？调试了快一年了，对，也够了吧？对。然后现在拜托多看《型男大主厨》就不会那么紧张，然后有一天可以來。有常看吗？偶尔还是会啊，偶尔，因为他平常在那个平民卖芙蓉便当的时候比较忙。对啊，他在卖芙蓉便当啊。对，在平民便当店。哦，是哦，你趁机介绍一下，你是电话在这里可以盖。但是如果我妈妈说如果输了的话，那个没有拿锅子的话，这段剪掉。再也没有人来吃便当。所以不要那么在意了，便当好吃谁卖得好，来这边做的好不好吃，那是临场反应的问题了。对，今天我们有两阶段来分拿锅。尤其大锅小锅，看到没有？在这边，大锅小锅在一桌哦，看得很清楚。哇！第一阶段我们八分钟两道菜，先把小锅子带回家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吴秉辰师傅介绍一下指定菜。八分钟要做的两道菜是炒菠菜跟干虾，还有牛肉这边，这太简单了。OK 的。因为每个东西比较复杂，所以你就先做，那我帮你备料。哦，这样就是豆干，这个丝，这个豆干丝已经好了吗？丝，这个牛肉切丝。牛肉切丝。对。所以他知道。生姜切丝。大椒切丝，生姜也要切哦。要，这个切丝。干炒就要生姜吗？对啊，切一点比较，因为这个牛肉会有一点那个味道。味道哦，压那个味道。炒菠菜要加蒜头吗？炒菠菜要加蒜头。炒菠菜要加蒜头吗？等一下拿回来。辣椒怎么切？你是要切一条一条的，还是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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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不要看那边很慢，那边不会做。
拜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嘿嘿，布丁姐姐，话可别说太早哟，吃不上来料理台才知道。料理之前呢，先让阿基师来告诉大家哪些细节要注意呗。好，那其实炒菠菜比较快，所以你尽可能把用多一点时间在牛肉跟干丝的互动上面，特别要留意了。调味料有陷阱，不要把牛肉给炒老了就行了。嗯，就特别安排简单的菜，就是希望你多点时间可以呈现亲子互动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今天就是看妈妈们怎么示范，然后子女怎么乱就对了。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其实应该严格讲是看妈妈能够忍耐孩子到什么时候。对，妈妈什么时候会出手？不做菜，不做菜，出手打孩子。打孩子，不要再吵我。这应该是我的子女他受教单元吧。受教的，天哪！一组各有两个锅子可以带回家，一好一组有两个锅子。你可以放生姜，吃荤的可以放那个蒜，这样吗？随你的口味啊。你现在在做效果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好了，那就把妈妈领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切。八分钟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开始，开始了。我要切菠菜。妈，你先腌肉。好，你先切那个。切，好，切这个。哦，是，你今天牛肉要用干丝炒牛肉丝啊？我搞了，以前我不要炒，我不想要炒。不想要炒，干丝。哎，这么说来，妈妈你现在很年轻就当阿嬷嘞，对不对？因为英文已经有个小 baby 了。你孩子现在几个月了？那也是突然。十个月了。哇。妈妈也有说这是突然的。十个月了啦。你们正式交往才一个月就结婚？对啊，真的很突然呢。是认识他差不多有四五个月，真的交往就只有一个月，所以你们在澳洲就认识哦？对，好对呀，八分钟煮不出来了。你们正式交往才一个月就结婚了？对啊，真的很突然呢。是认识他差不多有四五个月，真的交往就只有一个月，所以你们在澳洲就认识哦？对，好对呀，八分钟煮不出来了。哇，妈妈也是很在乎啊，因为妈妈很怕输了。今天说要赢一次锅子回去耶，妈妈继续备料哈，我们要到隔壁去的哦，来隔壁走。说到哪啦？就是因为我妈刚刚切牛肉的时候，她嘴巴念念有词，吓我一跳。念什么？你刚切牛肉念什么？说对她好一点，她说对她会念。对，她说对牛肉好一点。哎，一边切，哎，你乖乖哈，好好让我切哈，你乖你乖哈，要炒出来好吃一点哦。怪我这牛肉上面有什么附起的吗？为什么要切这么细呀？因为干丝细啊，牛肉太粗了会难看啊。因为我看粗比较，我看牛肉不是会丢吗？好细哦，因为我们炒牛肉啊，因为这个牛肉只要一分钟就好了，炒一分钟。哎，这个怎么切？怎么切？切片。切片多大？多大？就是像我们现在差不多这样子做好。这样子。对。加油，备料时间要快，还有五分钟哈，还有五分钟。还不要讲，剩五分钟。不过还有样子，我也觉得你越切越好。对啊，最近有在做菜吗？对，有在，对，慢慢开始做了。你是想要为了以后比较好追女生吗？对，也是的，对啊，因为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，必须先抓住她的胃。好像是相反的。不是吗？你今天要不要锅子？我现在怎么样？要不要锅子？我要不要锅子？我难道我用手炒吗？不是，要的话你就不要一直讲那么多。我妈已经快到期限了，她已经到这里了，快到这里了。请问一下，尾段的部分要吗？不用，酱油，赶快酱油来，多少？哎，他速度要加快哦，这边开始炒喽，一点点好了，好了，你们还没有炒哎，人家都开始炒了，锅，那个有猪油开始用，先炒菠菜，先炒菠菜，对，那你大蒜，好了，不要给你，大蒜，来。妈妈对于女儿的闪电结婚感觉怎么样？你有吓一跳吗？差不多啦，也是省钱，我等一下更糟。妈妈其实看起来应该也是个狠角色。要加油吗？你怎么都没有被音乐干扰？阿德要加进去哦。有。这样吗？妈妈把整个蛋都加进去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好。没关系，你就是。不用担心。妈，那怎么办？那是不是要滤一下？这很特别哦，这个牛肉酱炒的，牛肉炒蛋。妈妈，来，我往隔壁走。你刚刚火势不够热。滑蛋牛肉。
哇，一人炒一锅哎！麻烦认真起来，我好不习惯哦。帅啊帅啊！他说要这样子啊，帅气。对啊，认真男人真的很不错。阿哥，你带来烤碟有心吗？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，各几分钟就好。盐巴盐巴放下去，盐巴放下去。妈妈，你会担心那个国贤哥现在还没有娶老婆这件事吗？不担心的，因为他说这样自由就好了。真的啊？这样没有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太咸就不好吃了。把握时间哦，快了哦。干丝给我。来，你给我倒进去。要下吗？对，下哦。倒进去。嗯。加点水。加水。水。水来。水。来。加多少？再加一点点，像是加点盐巴。盐巴来，然后是你们自由定界呢。加一点酱油，这样够吗？不要发抖啊！不对啊，均匀的发抖。是的，妈妈还说你发抖。酱油，对，一点点。来，起用。还有一分钟，倒酒 OK 吗 ？OK 吗？可以，酒已经倒过了。倒了 OK 好。酒是什么？哦，那个酱，什么酱？什么酱？倒完之后擦一下瓶口，前面酱，前面酱，是陷阱哦，有没有可能是陷阱？这个酱啊，豆瓣酱。我跟你讲，这边有豆瓣酱，这边有豆瓣酱 ，OK。你跟酱讲清楚，不要乱想。对，一点点。放掉一点点。它用调羹。这样子。对。哦，那一点点没有，够吗？够了 ，OK， 好。还需要什么其他东西？好，最后三十秒，这边看看来事情。三十秒。哇，两边做的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两边。你看我装下去的。好的。两边的戒慎恐惧的做啊。对。妈妈，那个葱末这么多。江西啊。调味了没？好紧张。被屌毙哦！味道赶快加！现场倒数十秒。啊，倒数十秒什么鬼啊？什么鬼？妈妈常煮菜了，妈妈。妈妈做便当就煮大锅好啊，这锅子太小，便当煮好的。时间到。完成。耶，差不多的感觉。你们比较漂亮，没有。刚刚阿欣是说你们看起来比较顺眼，好吃吗？牛肉不老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主要是牛肉。哦，牛肉是不老，吃起来是不老。那芹菜我是担心。嗯，我们牛肉也不老。而且我们芹菜还是生的。嗯，我们芹菜也是生的。真的假的？我们葱都是刚加进来的。哎呀，看来干丝牛肉两边都不拿手，还是赶紧看看阿基师来解惑呗。先请阿基师示范一下这两道动作。我先破坏。你要站在这边看。新男喜又你要当好男人。好细，切蒜苗的切法这样是很方便的。对啊。上这个节目学到好多。其实常看的人真的可以学到很多。嗯，拍的用意还要拍啊，容易出味，出味，对，味道容易出来。嗯，你看这样对接，辣椒也上去，对啊，再变快，辣椒吃出来了，对，就是。现在是备料啊，而且是它备料的过程，大家可以看，这备料其实还是有原理的。你一次备完以后，你就不会手忙脚乱。哦。这猪板油用在哪一道菜上？炒菠菜。嗯。啊，菠菜啊。不用先腌牛肉吗？不用。加香油一点。香油。香油、沙拉油各加一点。对。哦呦，要有节奏。对，来喽。不用吧，不用吧。等一下，我们就看看炒出来菜到底味道有什么不一样。现在过这肉，你是要它复味吗？那个筋，里面有带筋，有没有？然后要逆纹切，好快哦！哇，好细哦，切得好细哦。对啊，那刀工真的很好。哇，这猪肉太香了。
太香了，关掉了。母火，你要用小火。母火还在，因为它要备料啊。哦，在家当然不需要这样子啊。整颗蛋。对啊，你跟我们那时候蛋会多。蛋白而已。全蛋没有关系，没关系哦。可是用不了这么多。对。一半有，三分之一啊。好，那这里头呢，下一点点的糖。下糖。一点点就好，它的渗透压的帮助酱油吸收。好，那现在先抓。不用盐巴。不要不要。妈，你不要讲。讲那个，因为他这样就是叫我们加盐巴。不，一吃就知道了。什么东西加盐巴？没有，没有加。我妈很不会说谎。你有加盐巴吗？那是玉米粉啊，太白粉啊，我们这是太白粉。先爆什么？猪肉。蒜跟姜。姜蒜。对，那现在呢？比较硬的先炒。硬的先下来。有时候炒青菜，这么一炒呢，它猪油香味就上来了。嗯。炒菠菜的姜是很重要。很重要。哇，好快的动作。嗯。好好看，哇，好好看，好香。对啊。好香。盐巴。这才调味。好香。水不用太多，盐一进来，它水分就会跑出来。对，那菠菜呢？千万有一个观念要记住，不要说炒得刚刚好熟，稍微再熟一点没有关系。这是，对，菠菜可以炒熟一点的。可以炒熟一点，无所谓的。它是不是炒久了，它的酸那个色感会越强？对对，没错，而且油滑性会比较好。对哦，你免惊啦。这不会快那个。没有没有没有啊，鸡汁炒为什么绿？哇！到底是什么样的招数让全场惊呼嘞？没有没有没有啊，鸡汁炒为什么绿？我等一下用菠菜汤来炒牛肉啊。哇，菠菜味，铁质对铁质啊，对，真的没有这样想过。平常呢，我可能会去想办法吃那个，可是它这样淋跟刚刚这样流进去有什么差别？有差别。你重新回浇淋的时候，菜的味道会更可口一点。哦，真的哦。我这边就多一点点的油。干什么呢？炒牛肉。牛肉。炒牛肉。牛肉。像刚才那个英文他妈妈的滑蛋牛肉，你觉得做怎么样？没有什么不好，可是不好看。好像很严重的感觉。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不好看。炒一下就这样子而已，对，半熟而已。对，半熟。好，那这边一点点辣豆瓣酱。不要太多，一点点一点点就好。一茶匙的辣豆瓣。全下的话就很咸了。干式牛肉辣豆瓣是主要的很重要的味道吗？是是是，因为这是一道川菜啊。看，我刚也以为要放那个甜面酱哎，原来不用。放不会过熟。你这样炒觉得很干，对不对？嗯，它的菠菜是灵魂。哦，好对。那这边这两个菜放水。干丝要把干丝煮软的，对，它入味。OK， 干丝要入味。这个做好让干丝入味，然后你所有的刚才葱姜蒜、辣椒的味道会出来，然后呢，香味还有菠菜的味道会先进到干丝里面，现在少量的酱油，不要太咸了啊，糖带一点点。一下就干了，很快很速。所以它这个一定要炒到它有点干吗？这个干没有关系，没有炒很干了。你是看起来的，它有牛肉汤汁的。刚才的牛肉过了一下油，才不过三分四分熟而已。对，这样比较嫩。看起来，起锅，会加快。牛肉不要去看。哇，好香！现在才知道，炒菠菜干丝牛肉全部完成。
接近，对不对？对，各种奥妙，现在开始品尝，好不好？吃了才知道。先吃第一排阿基斯的炒菠菜，来吃。哦，有加猪油，我觉得有差多了。对呀，够了。嗯，真的香，香气就不一样，嗯，非常香，完全都不觉得油哎，而且完全没有那个小小哎，嗯，一点涩的感觉都没有，好吃。它炒的比空心菜还好吃，这个菠菜真的好吃哎，是马国贤炒的，你看有没有吃过？来，我们先吃马国贤炒的，不要打广告啊。我自己也蛮臭的，三宝。啊，你觉得好香有这个味道，味道的那个爆层层次感，是有蒜头焦味，这个蒜头味道，再吃到这里来，嗯。清爽，嗯，有加盐巴吗？有，加盐巴，好清淡的，清爽。抓下面，你加清有汤汁的地方，汤汁就啊，就不好嚼啊，不匀哦。没有啊，人家是评审是不是？对呀，主位，第二道菜，干丝牛肉，阿基斯来。牛肉不能吃，好香。重点是你的家常菜真的是五星级的感觉，对啊，别这么说，好受不了。还在面对现实。当然是先吃你们的菜，那我们就先吃你们的干丝，好不好？妈妈以前是在部队当火头子，火房子。你很烦，很不解人家妈妈。他故意的啦。看起来很像。他想先拿，他想拿锅子。对，我想拿锅子。真的。妈妈的。味道比较重，鱼的盐降价了。真的。他们两个互相攻击要到什么时候？真的啊。下雨小就位。这个菜很好吃。三个人准备投票。八分钟两道菜，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。明显看到这边还几乎还是汤汁，可这边还是油脂很多，嗯，所以只要油脂多，像阿基斯的部分也是油脂很多，油脂多，然后温度加温够，它的色素就降下来，所以很明显你可以吃到这边是比较顺口，阿基斯那个更顺口，因为它还有猪油，所以它那个色的是取决于那个油的多寡，可以这么讲，可以这么讲，干丝的部分一定要花生去煨，你把干丝想成豆干嘛，豆干没有味道，跟肉结合在一起不会好吃嘛，那这个部分它有煨，所以我选的是这边，嗯，对。好，对的。你吃太快了，你他妈吃太快了，你。他只是懂。其实我跟詹姆斯老师的看法呢，相差不大了。这边真的油滑性比较够，加五块小一点，抱起来头盔以后，这边比较湿润一点，这边稍干了一下，而且吃到最后有隐隐约约吃到蛋黄的感觉，淡淡的流沙的感觉哦，就滑口度、顺口度呢越差，所以我还是投给这边。好，3-0，恭喜国胜。哇！第一个美女。来，第一个小岛锅，阿女士颁奖。来来来，谢谢，来。谢谢，恭喜。这个小今天穿对衣服了，对对对，好一样。你会穿对衣服只拿到小的，会不会？谁来帮我做？菜名叫做好做排骨，排骨。谁来帮我做？我们呢决定先炸，先腌，腌好再炸。炸好之后呢，酱很重要，酱球球，酱球球。眷村应该没有吃糖醋排骨吧，所以我们应该会做得比他们好。也是要先腌，排骨要先腌。对，嗯，腌过以后呢，是用味道才会进去，炸起来才会香。它是要用什么腌？用它那个酱油，哎，跟阿基斯刚才说那个整个蛋，整个蛋黄把它打散，用那个方法去弄。OK， 好。还有太白粉，太白一米粉，一米粉，一米粉，一米粉。他说一米粉比较厉害。一米粉。嘿嘿，马妈妈刚上完一课，立刻就派上用场了。接下来的谁来帮我做单元，是谁技高一筹？马上让我们回到现场。所谓的母子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更何况你们不止两位 ，You are not alone， 也是。我们还有四大名厨，加上我和夏雨乔，啊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四张菜我会做，四张王牌加两张鬼牌啊，各位要好好说，一抽错就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得两个锅，来欢迎吴锅师傅，欢迎两位。阿基斯，介绍一下。好，糖味跟醋的味道要对等，嗯，就绝对容易入口。OK， 请千万留意排骨不要炸生的，
就是外熟内生，特别留意，很容易没有熟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很容易没有熟透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来，加油，把妈妈领回去，加油。好吧，十分钟的时间，你先加油。十分钟的时间，哈，刚八分钟两道菜，才十分钟之后做一道，计时开始。妈妈要做的是糖醋小排骨的，会不会太小了一点？这样会不会太小？味道太硬了。你看这家素菜没有那么硬，有点像咕老肉哦。妈妈怕炸不熟了。要先求救吗？还没吧？好，还没煮。你至少把葱啊那些都切切。切成三角形。三角形 ，OK。白醋，我现在是搞得没被玉米粉，不切了。要先放粉是不是？先放粉啊，还有嘞？玉米粉跟太白粉都放，各放一点哦，再加一点酱油，再加点蛋打进去，蛋打进去，整颗吗？对，我先打六八小鱼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刚好行车出现，你不要再闹了。不要再闹，谁在闹啊？态度干嘛？大家都是认真的，好不好？你是要喝的还是怎么样？不是啊，要加进去啊，加一点嘛，加一点嘛。不卖孬了，就是你。没成功，没成功，就塞钱给他。是。这么多。你小时候被你妈扁过没有？我常常我是被打到大的，好不好？不打不生气，打了被皇帝。这么多。你小时候被你妈扁过没有？我常常我是被打到大的，好不好？不打不生气，打了被皇帝。哎，赶快念念。OK， 我教过你，我教你教过你怎么讲。是打不成器。对，不打不成器。教过你要怎么。嗯，啊，你乖乖哦，等一下好好炸哦，炸的能够漂亮一点哦。阿弥陀佛。刚刚就是用这一招。根本就怀疑他妈妈是邪教的。我妈妈刚刚是用这一招啊，原来是跟牛肉说话。刚刚妈妈拿锅子，你自己有没有惊讶？我吓死，我吓坏了。哎，这辈子还录的节目第一次拿锅子，我快哭了。没拿过吗？没拿过啊。来，我们到隔壁去来。还没好，你还是你，对，掌握求救的时机啊，两边好，可以求救，要求救啦，我要求救，这么快啊，我们要请面试，准备，预备，起，谁来帮我做？一到六号，请选择，哪一号？马上选，四号啊，妈妈喜欢四号，四号选到的是，哇，超紧张的，加一半。啊！哦，失手。哎嗨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不会，不会。对，还要那个才会做，才会玩。那个已经有看有加一点了。来，这个也有加一点。对，也没关系，不够多。妈妈一直怕他加太多。超担心的妈妈，要加白醋吗？不用。妈，你不要露馅了。我也没办法啦。油温，没有酱。还没到吧？哇，油温还没到呢。调酱汁，可以做别的，调酱汁。对吧？先调酱汁，快！不要洗手了啦。调酱汁比较重要，酱汁超重要。再吃。番茄酱。没有酒。九，快。九，八，七。你要拿那个盖起来哦，他的汤匙在哪里？放醋，还没放醋啊！米酒加在这里吗？走，时间到。哇，好，米酒加在这里吗？哈，那边水，那边水。谢谢你了，他是暗示吗？温度大概多少度？自己感觉一下哈，因为这个排骨要炸熟，温度不要太高。来，隔壁，怎么行？不用太高哦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求救？来，求救！要求救吗？一起喊，来，预备，起！谁？如果我喊，一点到，谁来？对，一起啊！谁来帮我做？那你够吗？你看我够。一二三五六，来，请选择。先几票？你说。我说。不要了，我说这样选的输的话是我的，你选的。妈妈选一号的，一号选到的是。拜托。哇！下一条就会。我刚忘记先作弊看一下了啦。哎呀，对不起。我们也可以放弃吗？不可以。一定要做吗？好，你先看一下做到哪里。我准备好，我想一下哈。对啊，我们是备料都备好了啦。这里面都腌好了。对。完了，全到郭师傅刚刚做的。蛮新。计时开始。酱汁。番茄酱。三十。
三匙的番茄酱，哦，三匙的白醋，哇，太厉害了！看一个新的汤匙啊，不要下去啊！太厉害了，不要太咸哦，不要太甜哦。两匙的糖，哎，弱一点点了，我不要放。你可以不用全放，没关系。哎，我这个放过了哈。哎，记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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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白粉来一点，勾芡。这里面有太白粉哦。不是，因为那个汤汁要勾芡，对。然后放一点，然后放点水。水。好。啊，太多。太白粉可以再来一点。再来一点。因为最后是勾芡嘛。啊，对对对。来来，啊，如果勾芡不够，可以再加点粉，没关系。是不是还少了什么？是不是还少了什么？少了什么？少了什么？我都放啦。蛋，没有蛋不可能。可能糖我也放了，都放。醋忘了没？醋放了，醋放了。那应该没有了吧？没有东西要放了。粉不够。香油需要吗？不用了。三十秒了。好了。然后嘞？开始炸排骨了啦。浪费时间。哎，不是你要炸啊？炸排骨啊？会做的做完了。我好慌了。你们，妈妈炸了，妈妈炸了。哎，不是，十秒。哦，你会做什么？你等下爆香，爆香大蒜，什么那些有的没的，啊，什么有的没的，对，三、二、完成，一，很好，是，做太好了，你感觉是来乱的耶，我帮你做酱汁哎，不算了，不算乱，不算乱，哎，谁还来当我乱？啊，这是我的，好不好？不算乱，那个酱调的 OK 了，酱调 OK 哦，不算乱哦，因为我记得都是1:1:1 OK， 我记得都是。那我现在要把拉拉，不算乱，只是它做的不够多而已。对，好，剩下三分钟，走到另外一个锅，去滚，去滚。糖醋排骨一定要加盐巴哦。哈哈哈比较少做，大概水不要加水，你不是有酱吗？酱啊。没有，它没有像马妈妈那边的大块切小块。对，嗯，太大块了。这肉很紧。哦。妈，我知道了。现在赶快剪，对。对，哎，聪明哎。不要乱锅子酱会坏掉哦，要剪到锅子哦。你可以拿起来剪。你可以每个夹起来剪啊，我先关掉，夹出来剪。对啊，不然就会。然后英文先把青椒挑出来。青椒、红椒挑出来，再不然就老。青椒好，要稳住哈，来隔壁走。稳住。味道如何？秋干。你现在都没出来呢。好快快！我想干麦姐啦。我之前啦。那味道小夹子，味道很奇怪吗？我一个说不上来的味道哎。太难吃吗？这不是难吃，已经不是难吃的问题了，是。我呀。不会吗？我问你问题吗？我觉得麦会更中饱，油一点还好。过油一点，那要加什么中和起来？哎，是要加酱油啊？啊，刚刚酱汁里面要加酱油，我忘记了。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。啊，兄弟们，哎，那个排骨放进去，排骨。你算比较媳妇儿的。对啊，谁来帮我做？你做了五分钟，30秒。好，我看这个。哎，这个等一下，各位，盘子赶快拿过来，盘子。哎，你刚刚把排骨都剪开了。对。哎呦，倒数10秒，收一点再放。紧张啊，妈妈。时间到。差不多。完蛋了。差不多。什么完蛋了？啊？什么？完蛋，要有信心。不会。现在就祈祷他们的没有熟而已。可是小块的应该是有熟了。OK 哦，糖醋排骨除了排骨要熟透入味，酱汁更是关键。现在就让阿基师来亲自示范，这比例该怎么拿捏呗。阿基师，请示范。好。请给我们家先切啦，吼。嗯。它的基本上分味道、卤腌的味道，还有酱汁，两个都调好，对，很重要。它是什么？啊，就我们可能酱油有。他们是酱猪，但他们油温成之后，酱油。哎，我们油温也是一般。酱油如果太多会比较容易黑。很容易黑，没错。所以不能太多。嗯，酱油跟糖的甜都蛮黑的。如果加蛋白，玉米不白好吗？所以粉要多一点。玉米粉要多一点。嗯。哦，所以是取决于玉米粉。有啊，我没有忘啊。
所以玉米粉是保护它的颜色吗？为什么加？加一点醋能够软化这个肉质啊。哦，妈妈，你有加哎。啊，咱人啊，肉伤硬，嘛爱饮出发臭的嘛。对哇，对对，哦，妈妈对，妈妈。用洗身躯拢用臭的洗去哦。我，那真贵啊。看着啊，好，糖，一匙，两匙，哇，满满的两匙。有人刚才放很多。对啊。凤梨汁一匙，差不多两匙，三匙，这是什么？凤梨汁，凤梨汁啊。凤梨汁要多少？对，我们都用放进去的。醋一匙，两匙，放下醋，对，对，番茄酱一匙，两匙，果然真的是一比一啊。乌醋一点点，哦，乌醋是可以放的，对，一点点调味而已，酱油一点点，让它色泽会更好。然后呢，太白粉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。所以咖喱粉，所以咖喱粉跟那个瓦萨比是陷阱。陷阱，对，我们没放瓦萨比。你看，红绿红椒过油，那炸到什么程度排骨才是好的？要炸熟啊。我们怎么看它？我们怎么？炸到什么程度排骨才是好的？要炸熟啊。我们怎么看它？我们怎么看它熟啊？刚刚下锅的时候它是沉淀的，炸熟了以后里面肉的水分抽干，抽干它会浮上来，啊，它会浮上来。好，那现在来起锅的时候呢，我刚刚是小火，现在才开大火。嗯，好，现在才开大火，让油温起来，让油温拉高，它就可以逼油。温度一高，里面的油就出来，对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所有炸的都是，因为我们要捞起来之前都高温。对。那像炸鸡块呢？当然一样，一样。任何炸的东西都一样。那如果我注意，我是关油，注意看啊，各位。好，咱们先给它关掉就行了。我去换蟹来一点。葱段跟蒜爆香。啊好啊，炸锅。我们是用柴火，再用炸。这样熟比较快，颜色比较好看。这样不仅可以杀青，同时它的颜色经过油的接触之后，颜色会变得特别漂亮，所以它炒起来又很好看。直接下锅就可以了。哇，好简单又好看。哇，翻两翻就可以起锅了。下就好了。哦。我们刚才搞半天。有没有？好了。好快哦。是不是颜色很漂亮？哇。而且收汁收刚刚好，嗯，有没有觉得变魔术 magic 的感觉？好，猪排骨完成，完成，真开心。照惯例，先吃阿基师的。好，光闻就已经觉得哦，有那个呛声的感觉。酸甜适中，糖酸酱刚刚好。这个男人喜欢，女人更喜欢，嗯，对不对？刚才你们得锅的，先吃你们的。嗯，咸了一点。我觉得酱油可能多了一点。来，吃到这边来。有个很奇妙的味道，精彩。准备举牌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哇！怎么可能？他味道跟我差不多哎。一面倒的倒向这儿呢，来吴秉辰师傅。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，这个排骨一定要熟，一定要熟。那这边呢，用划刀的方式，让排骨整个个头比较大，所以它吃得到排骨的一个水分。所以这边的分数我就投给这边。那这边的排骨肉也稍微过咸，所以
觉得这里完全是肉的口感跟调味。对，詹姆斯，你们的醋放的跟阿西的量是一样，可是你们都完全不酸。对，因为加热的过程当中醋就会跑掉了，那一旦跑掉之后，你这变成是有点甜甜的，酸只带一点点。阿西这个甚至吃到有点会呛，那个醋的呛味很舒服。所以炸一定要炸到它透，先用低温有到145-150左右下去炸，当它确定熟了，温度拉高起来，熟了拌进来一下就起来，这样是最好，呛味又有，酸味又有，然后肉也刚刚好。OK， 哇，阿西是总结。不过今天这边的话是歪打正着了，刚开始很担心你的排骨肉里面不熟，结果你把它剪开了，在里面收汁的时候，汁有带进来，这个部分加了很大的分数。好，那这边可惜的是腌的味道里面腌很重。那么有一句话，詹姆斯老师刚刚讲的很重要，醋绝对不能煮久，煮久以后升华掉，酸味没有，酸味没有的时候呢，糖醋的味道没办法刺激我们的味蕾，你的味道就不到位，而且容易腻啊。对对，做一个分享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300大胜，恭喜你赢得很惊险，两位送给各位，来妈妈来，恭喜得到大炒锅一枚，哎呀，皆大欢喜啊，妈妈来，好，恭喜你唱很白，布丁妈妈展现了难得的笑容啊，她今天呢从来戒慎恐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她心里一直觉得有事，有没有？不再恐惧自己，如释重负。你今天第一次来上节目，来心得分享10秒钟，快点，只有10秒。借这个节目，就是说，谢谢，我们也学了很多，阿基斯的那个五星级料理，谢谢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是要对你的便当有帮助啊。对呀，听你的芙蓉便当。下个礼拜便当。妈，把这锅子挂在你门口了。整个今天就三样菜，对，刚好一个便当。便当菜耶。好，希望妈妈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谢谢两边的妈妈，谢谢，谢谢三位姐姐。祝福你们，我们他们健康又幸福。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郭师傅，5分钟出好菜太紧张，需要你挑战。细人细丝啊，对，没有切末。5分钟真的没有这么赶，可以不用。很赶，还有3分钟。哇，好紧张哦，真的好紧张哦。所以真的会切这么快，真的很赶。对啊，那个来不及啊。好，还有2分钟。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快！这个单元细胞太紧张，他每天都要染头发，白头白子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刚去染而已？对啊。神秘好礼即将揭晓，五星级心肝料理为你精彩又爆笑。抽哪一张？为什么这个？直接这张。那为什么？气势如何？我说他就他。经过手术阉割，它竟然会 A 羽毛变亮丽， B 腿变短，腿变短，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样定下来很瘦。